有什么话直说，什么事儿？房子的事儿呗。我看名单，我这怎么成候补了？当初我进校的时候，你不是答应说给我解决一套房子吗？此一时彼一时，能进候补就相当不错了。那什么意思？这怎么着？这还说话不算话了呢？这是怎么回事？梁红明，我怎么说话不算话了啊？我费那么大的劲，把你弄的学校，又帮你老婆解决工作，还帮你们家亲戚孩子进托儿所。哎，你行行行啊，那可不是我求你，那是我老婆求你，你别跟我提这事。你老婆的事就不，行，不跟你说了。梁红敏，现在候补的名额有三个，房屋的名额只有一个。你说我给谁不给谁，你有多难？你得给我呀，我是特殊人才引进，是你们求着我来的。梁红敏，你真的就是一块滚刀肉。我看通没通，怕你骗我。快接！王处，我是孙旭东，啊，你们文学院的分房名额，你们要重点考虑一下人家梁鸿明博士，啊，对，人家是按特殊人才引进的，哎，对，按政策办事，好。我都跟你说了，让他们特殊照顾你，别传出去，小心影响不好啊。行，那你先忙着吧，我还有事，我走了啊，师兄。赶紧走。杨老师，哎，叶老师，对不起，我还这是我的工作证、身份证、房屋居住条件证明。这是住房申请啊，98年的、99年的，啊，这个是今年的户口本，也是一共10年，啊。叶老师，您这是什么意思？我在这个学校干了40多年了，一辈子与人无争。与世无争，处处忍让。这次我都不得不为我自己争一下。孙处长，学校的房子轮也该轮到我了。叶老师，您的这些情况都众所周知，可学校是有规定的，不到那个资格的，谁都没有办法。按学历，您是硕士，不是博士，不达标啊。叶老师，您看这样行不行？我想办法，看能不能在别的地方给您再挤一个名额。我在这个学校干了40多年了，这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吧？叶老师，您别冲我发火，我这不是在给您想办法呢吗？文彦军书，清高一世，没想到沦落到这种地步。孙处长，能帮忙就帮忙，谢谢你。对不起，燕老师，今年还得委屈你一下。人才计划书还得改。哎，吓我一跳！你想什么呢？我还说这学校里怎么出女劫匪了呢？这是。哎，你
去找师兄了吗？去了，你让我去，我能不去？他怎么说？他给那个资产管理处打了个电话，让他们重点考虑一下咱们。哎，那有戏。不知道靠不靠谱。我跟你讲，只要我们的竞争对手没有更硬的靠山，我们肯定有戏。哎呀，我梁鸿明啊，现在都混到这个份儿上，像狗一样摇着尾巴去求人。什么狗呀猫啊，你什么意思啊？你求谁了你？这个社会就这样，你帮他，他帮你，我就不信孙旭东将来不求你。等着，人家求我什么？求我上古代文学啊？那也没准儿，风水轮流转，没准他孩子想上呢。哎呀，人家就学这个的，自己都能教。太适合你了，是啊，你看，不是你们这90后的女孩都喜欢穿成这样的？是啊，现在女孩子就喜欢你这样的，你看多合身，多好看，是吧？好看，特别帅，是吧？挺适合你的。哎，你把那帽子给我。好嘞。哎，穿上比较调皮啊。是啊，挺搭你这身的。行，你给我开片吧，啊。嗯，好嘞。白李乐，不是你怎么放我鸽子呀？我问你，那首诗到底是谁写的？不是，那个事儿有那么重要吗？对我重要。不是，你看我在这等了你快2个小时了，你这不是骗我吗？是你先骗的我，被人欺骗的滋味不好受吧？不是李乐，你看我就是想跟你交一个朋友，这事儿你别那么较真儿，行不行啊？田秘书，你去酒吧听歌，我欢迎。可是我不会和不诚实的人交朋友的。你看我说什么，就要去找孙旭东才有用。那我还是我去找。那不是我让你去找的。高，我跟你讲，关键时候我永远是最棒的，永远最对的。走，咱们到食堂去喝咖啡。啊，别，我还得去图书馆备课。你还这么扫兴。打扰回来啊！哎，哟，哎，你怎么还能
笑得出来，还能唱歌呢。怎么又？咱们马上就要竞争上岗，末位淘汰了。哎，我看你啊，天天偷偷溜出去忙乎你家那点事儿，我看你悬了。你小心院长找你谈话。不会吧？反正我现在什么都管不着了，我们家已经分到房子了。耶！真的？对呀，我刚才去看了名单上，我们家榜上有名。那我又恭喜你了。不过啊，我也得提醒你，你别到时候下了岗，坐新房子里哭。分了房子，我笑还来不及呢。我现在最关键的事就是要想想怎么把房子弄好，刷什么颜色，每个房间都不一样颜色。厨房一定要好好弄，你知道我之前住的那个租的那个房子吧？你再怎么装修，你都舍不得。你知道梁红明他那同事，那老处女，天天逼着我要那房间，太讨厌了，再也不要见到他了。太好。哎呀，哦，梅老师，哎呀，哎呦，没事吧？啊，你看看你脚有事没事？啊，不行，咱们就去校医院查一查。没事没事，哎呦！你说你们也这女人也是，这又不是旧社会啊，逼着你们裹小脚，穿这么高的高跟鞋，这不自己自虐了吗？哎呀，这年头女人要美，可不就得对自己狠吗？来吧，我送你回家。谢谢啊。巧儿，嗯，哎，你还能找到你之前帮你们家装修的那些人吗？你们家房子长什么样子你都不知道，你就开始忙装修了？你是真不知道假不知道啊？装修这风格什么设计必须提前，哪有真装的时候才开始想？你必须提前想。哎，杨老师，哎，你上次那个分房子的申请有消息没有啊？啊，说给一个小一居，但是现在钥匙还没拿到。才个小一居，这么多人证，我当多大 house 呢？哎呀，有一局我就知足了。也是，你说你也够幸运了，这么年轻又刚分来就分到房子了。你说咱们燕群书老师，这还不到一年就要退休了，连个厕所都没分上。啊？燕老师干30多年了还没分着房子？你这么惊讶干嘛？真没有，他刚开始呢，他自己不申请，说自己有地方住就行，把房子呢让给其他老师。现在儿子大了，哎呀，他才开始申请。可是他又不是教授，又没后台，年年申请，年年落选，这一家子还挤在筒子楼呢。像燕老师这样的学校就应该照顾一些，给一些优惠政策。可不是嘛，他现在就住我这楼下，租的房子不到40平呢。哎呀，哎，你觉得我是用个欧式的好，还是美式的好，还是？嗯，挺难定夺的。大夫让你帮我量一下血压。啊，你坐吧。哎，你帮我想想，美式的就是有点贵，但是家具特讲究，特好看。最近家具厂一直在打折，可低了，所以我特别着急，赶紧把方案给定下来，这样就能赶紧趁着打折的时候，好好买这一批家具，是吧？又得浪费一笔钱。胖哥，哎，好了好了好了，别再捏了，捏的胀死了。正常？怎么正常？我这几天头昏脑胀的，心慌气短的，怎么会正常呢？课都不能上了。这上面显示的就是正常，你高压140啊，低压100，这不是正常是什么呀？你还希望自己生病啊？真逗。你这什么态度啊？不是，老同志，我什么态度？我刚才很认真的给你量了，这不是显示的吗？这你待会有什么事儿，你去找大夫问问。校医院怎么都招你这样的护士？怎么说话的这是？哎，秦姐，你疯了吧？你小心病人给你差评啊！差评就差评。这是燕老师家吧？我是他同事，正好路过，过来看看他。他死了。啊？是燕老师的同事哈。哎。啊，老燕出去有事儿了。来来来，快屋里坐。哎，好。
坐，请坐。哎，找我们老燕有事儿吗？正好路过这儿，早就想过来拜访燕老师，过来看看。小伟啊，你去找找你爸，叫他回来。让他回来干什么呀？妈，我女朋友可跟我说了，她如果要是再没有房子，她就要跟我吹了。我看她就是想让我诚心打一辈子光棍。你看，把你吓唬了。你是我爸单位同事是吗？啊，来，你来给我评评理。我爸在学校干了一辈子了，他没有功劳还有苦劳呢吧？这眼看着要退休了，这好说歹说学校给分了一套房子，而且校长就是亲自保证了，说这房子年底肯定能让咱们住上。我把这消息我也告诉我女朋友了，我跟她说咱们结婚肯定有新房子，可结果怎么样呢？竹篮子打水一场空，房子没了，我看我女朋友也快吹了。别着急，没那么严重。我能不着急吗？我都谈了八次恋爱了，这是我第八个女朋友了。我现在要再没房子，这女朋友肯定她是要跟我吹。这事儿也奇了怪了，这到手的房子居然能让人给抢走了，居然还是被一个年轻的老师给抢走了。别说了，你有完没完呢？我爸刚才说的，他们那个学校新来那个老师叫梁红什么来着？你跟我爸是一个系的对吗？你肯定认识那梁红什么？麻烦你回去给我转告他，你告诉他自己好好照照镜子啊，别那么不要脸，还是当老师的呢，年轻人就这素质啊，还跟老人抢房子，有这样的吗？他诚心的吗？他想干什么呀？他，你回去你这话一定给我带到啊，行了，跟他说，我还没说完呢，你别拉我，别说呀，哎呦，你干嘛呀你这？我没说完呢，你回去一定跟他说啊，我进去。孩子，你说，对不住啊，你看这孩子他从小就这样。有口无心的，净胡说八道，哎，你可千万别往心里去啊！大妈，你劝劝孩子，别太着急啊，会有办法的。哎，杨老师，梁老师，哎，你怎么在这儿？啊，刚才去梅云老师家了，他脚崴了，我给他扶回来了，晚上也去您那儿，想跟您聊聊房子的事儿。哎呀，洪明啊！恭喜啊，分到房子了。所谓安居才能乐业嘛，你很有才，安居了，一定要好好做点学问出来啊。燕老师，我刚听您儿子说，这甭提我那个不争气的儿子了，都让他妈惯的，惯出了一个混账儿子。燕老师，其实你什么都不用说了，我今天有点累了，就不让你上去坐了。改天咱们好好聊聊你上次，报的那篇论文啊，很有想法。这两年呢，我也搜集了很多相关资料，对你的论文很有帮助。改天我给你带过去啊，你回去吧，回去。走吧，回去。梁老师，你不是在开玩笑吧？今天不是愚人节，你别逗我玩儿。没开玩笑，要不是孙处长专门交代，你还真分不到这房子。就为这事，我费了多大劲儿啊！是这事儿啊，还真得多谢您。但是我也决定了，把这房子让给燕老师，我不要。那咱就转，这文件一旦报上去了，就是校长来了也改不了，你可得好好想想啊。想好了，你要不先回去和你爱人商量一下，这可不是小事儿啊。不能跟他商量，跟他商量，他就不同意了。那咱就转，签字吧。
老公，什么事儿？那个，宝宝。啊，你等会儿啊，你。好了，你说吧。我想跟你说个事儿，就是，就那房子呀。什么房子？我正在收拾呢，我正在收拾房子呢。啊，别担心了，我这灰头土脸的，你不说我就挂了啊，我没时间给你这些陈年。那你先忙吧，你先忙吧啊。那个晚上我想约田恒到洗脚城去洗个脚。好，你去，好好聊，好好聊啊啊，先这样啊，拜，挂了。怎么样？哎，大影从西边出来了啊！今儿你请我洗脚啊！快洗吧，技师都给你找来了。你的呢？啊，那个杏花，现在客人比较多，我等一会儿。啊，杏花现在还没下妆呢。火呀！你等着吧。骗！我告诉你啊，以后少打我学生主意，让我发现了我饶不了你。那行，就算我是骗子，可是你今天找我这骗子来，跟你一块洗脚，你要干什么勾当啊？哎，你这每次来你都找杏花，你是不是惦记上人家了？小心点，我就告我表嫂去。天恒啊，你是不是觉得所有男人和女人接触都像你一样，就想那个呀？我想哪个了？啊，就算我们都想那个，可是你不为那个，你为哪个呀？我为这个。哪个呀？足疗。你少来吧，我还不知道你们这些虚伪的知识分子想什么呀？你们是既想吃羊肉啊，又怕惹一身骚，对不对？你们这种精神出轨，那才更严重了。小心表嫂知道了啊，知道了吧？扒你一层皮。田恒，你这种脏人，为什么没有一件事情会想得干净呢？啊，人家杏花跟我熟，我让她给我做足疗，我不尴尬。哎，你那干净的熟人来了啊！哎呀，老板有一阵子没过来了，又到哪儿发大财了呀？我跟你说多少回了，我不是老板，我是老师。行，老师，我叫你老师。今天给您做个足下生云，是自创的手法。行，你们俩别贫了，你不是还有事儿呢吗？什么事儿啊？表哥这回出大事了，命不久矣。说人话行吗？我们学校啊，给青年老师分房子，我好不容易争取到一套。这好事儿，你郁闷什么呀？我又把到手的房子让给别人了。不是，你等会儿，你没病吧你？原来是没有啊，但是再过两天不疯也得抑郁了。到手的房子，你又给还回去了？字我都签了，现在后悔也晚了。哎呀，我这纠结呀，我这难受啊。红娘，从这事儿开始啊，我还真得对你刮目相看了。我以前以为你们这些酸文人啊，只是这个动动嘴皮子，啊，装装大尾巴狼，没想到你还真能干出这种脑残的事儿来，服了。不是你不知道，本来这套房子就是人家燕老师的，是因为我走后门了，我才争取到这套房。那燕老师他儿子相亲都七八回了，就是因为没房结不了婚。这事儿在我心里啊，就好比吃了一碗红烧肉，吃出一沙子来。你说不吃吧，这馋得慌，还想吃；但是你说到了吧，又觉得可惜。行了，你这字儿都签了，房也给人家了，你就别纠结了啊。你这就是狗改不了吃屎，跟小时候一样啊。我呢，小时候要抄你作业，你宁肯把这作业本撕了啊，你也不给我抄，你就要坚持这理儿，是吧？那就没办法了啊，你就等着回去啊，让表嫂收拾你吧。你今天请我来洗脚，你今天就是把这八仙都请到这儿来啊，一个个都坐这儿，那也白搭了。
杏花，你们这晚上到几点？通宵吗？哎，人家这是12点钟打烊啊，怎么着吓得不敢回家了，夜不归宿了？要是让你表嫂知道了，非把我煮了吃了不可。哎，你也不希望你表哥就这么没了吧？要不你给我出个主意。我出的主意你能听啊？听，这次我一定听。那就得让我这真小人出面啊，去找孙旭东，把你给人家房子要回来。那不行，让都让了，没有要回来的道理。那我就没辙了。那你就看着你表嫂把我宰了吃了。对啊，我就等着看这个明天的《徽州日报》。嗯，女护士虐杀亲夫，啊，只因一套房子。你就落井下石了。哎，我这段时间我觉得我事业上挺不顺的，但是跟你一比吧，我这心里还就平衡多了，至少还活着是吧？哎，我门打开，今天表哥上你那儿住去。每天都行，就今天晚上不行。为什么呀？我今儿晚上你上我们家住去，明天你媳妇儿就得把我们家房点了。哎哎哎，小弟，别，我相信你，不能见死不休。我相信你一定能渡过难关的。希望明天不要看到你的噩耗。再见。哎，别，哎，表弟，你防八蛋你！哎，等等，防八蛋过河拆桥，美人赋谁帮你写的？忘恩负义的东西！哎呀，那么多书，看那么多书，看得我。哎，你回来了。是不是太快了？这你这比搬家公司都快。那必须在他们来之前把这些不用的东西先收拾。不，这都用呢，今天晚上还要看呢。你看得了这么多吗？不是，拿一本两本。不是，别忙活了。哎呀，你别忙活了，你干什么？你来捣乱的是不是？我收拾一天了，你别惹我。不是捣乱，你忙，你收拾也是白收拾。咱家这房子，房子怎么了？住不了没关系，这不是找上地儿了，咱们就赶紧就搬走了吗？快！哎，这样，你洗个澡吧，你都累一天了，你看。哎呦，我还没弄完呢，就身上都有味儿了，你赶紧洗。你洗完澡了之后，我帮你，咱们一块打包啊。好吧，去吧。把这两个先帮我收拾啊。好的。这两袋全都放在箱子里，那边有箱子，听见没？好的。啊。你等我啊，别睡着了啊！好，我知道了。小光，哎，那个水又不热了呢。多放一会儿，好嘞，水就热了。啊！今天我跟你说，哎，算了，我一会儿出来跟你说吧。书中自有颜如玉，书中自有黄金屋啊！你呀，来，快包点。哎，我说你们俩又在这穷折腾什么呢？哎，听说呀，这新分的房子给弄成两居了，这回我跟你爸呀就可以住住新房了，是吧？打住！我可告诉你们啊，这房子是给我结婚准备的，我们将来得过二人世界，你们俩啊不能过去。那这是你爸的房子，那你一天都不让他住啊？不成。也是啊，住在一起还真不方便。
我和你妈就住这儿了，几十年了，习惯了。要搬的话，还真舍不得。小伟，爸对不起你，没给你留下什么。现在终于有了一套房子了，也算尽了一点做父亲的责任。老公，呀，谁把这老公，谁把这箱子给挪开的？老公，谁把箱子拿起来的？我记错了。听说燕伟马上要结婚了，恭喜啊！凤玲啊，我知道你在想什么。我的房子失而复得，是因为你让出了自己的名额。但学校本来早就应该分给我，可是如果你不让，我也不会怪你。哎呀，燕老师，我上课去。姐，你唱什么呢？你快别唱了！你怎么还有心情唱歌呢？怎么了？你不知道啊？知道什么呀？哎，这个事儿会师大上上下下都传遍了，你居然不知道？什么事儿？你赶紧说！哎呀，你们家梁博士把房子让给燕群书了。不可能！我刚跟他一块来上的班，他怎么可能不告诉我？他是我老公，他不告诉我？哎呀，千真万确！刚才有几个老干部来我们这看病，还一直议论你们家这事儿呢。真的假的？我骗你干嘛呀？这个王八蛋！我找他去。哎，哎，不是，素琴，你干什么去？院长，我找梁红明，他把我们家已经到手的房子让给别人了。那也不许去，马上要考核定岗定编了。你那么多的差评，你还敢擅自离岗？你不想要这工作了？我给你一天时间啊，你把那些差评都给我改回来，要不谁替你说好话，你也保不了这个工作。对不起院长，我必须得去。哎，姐姐，你好好劝劝他。这年头有份工作多不容易啊！行，我知道了，院长，这房子到底怎么回事？说话呀！行，就把房子让给燕老师了吗？你为什么要给他？你凭什么要给他？你做雷锋啊！你一辈子你做雷锋还不够啊！你我们住这破房子，你整天让我去，你就不知道为我省省心啊！每个月交那么多房租，我怎么给孩子省钱啊？这房子是我们分给我们的，又不是偷又不是抢的，凭什么要给人家？我招惹谁了吗？老婆，老婆，你听我跟你说啊，我是一个不爱占别人便宜的人，这你是知道的，对不对？本来这个房子就是人家燕老师的，是我这从中间我这给人家抢过来了，对不？人家燕老师一家三口挤在筒子楼里。他儿子就因为没有房就结不了婚，你说这咱良心上过得去吗？他们家困难，我们家不困难。你给我看看，你不出来，你说梁宏斌太自私了，你这
想你自己。这么多年了，我就天天跟你飘着，没有一个自己的房子住，你就不知道为我想想。租房子不挺好吗？你说咱现在多好啊，是不是？你想怎么弄怎么弄啊，你想凿个洞就凿个洞，想钉个钉子就钉个钉子，你自己的房你舍得吗？再说了，你说说是分房，那其实得交钱，不少钱呢，对不对？你还得装修吧，啊，你还得买家具吧，你还得交物业费吧，那么多钱咱干点什么不好啊？老婆，老婆别哭了啊。老婆，别哭了，别哭了。我知道，你呀跟我一样，都有一颗金子般的心，是不是？你想想，你想想，你说咱把那房子从人燕老师手里抢来了，那咱能安心住的能幸福吗？是不是？这是抢吗？这是抢是抢吗？那不是，那咱还年轻啊，是不是？只要咱努力，将来咱什么没有啊？人家燕老师都多大岁数了，咱跟人争这干什么？你放心啊，这房子啊，学校这房子没什么好的，将来老公挣钱了，挣大钱给你买别墅。两个客厅，十个卧室那种超华豪华大别墅，行不行？北京那不是汽车限号吗？回头咱那卧室咱也限号啊，135住单号房，246住双号房，行不行？老婆，啊，别哭了，你信我好不好？别哭了啊！你觉得我能信吗？这么多年了，我明知道你天天在骗我，永远实现不了这些话，我还是愿意相信你。行了，别哭了啊！好了，别哭了啊！哭了就不漂亮了啊！啊！我不想再碰那些东西了，你去把它都收拾了，恢复成原样。这工程太大了，啊！谁让你要把这房子到手了？你又给人家？你说你这败家爷们儿，你你好，我是来探监的。开门，让他进去。谢谢。哎，马局，我天恒。啊。那个，你帮我一忙啊，帮我查一下这个咱们第一监狱里是不是有一个姓李的犯人？啊，当然了，他也可能不姓李，但是呢，经常有一个女孩叫李乐的过来探视他。你帮我查查这个人的资料，然后帮我发到手机上。啊，这事儿不违反原则吧？啊，那就好，谢谢啊。哎，再见。警官，哟，姑娘，你还没走呢。我爸他还是不愿意见我。不愿意。
那宋警官，麻烦你帮我把这一包衣服交给我爸。行，谢谢您。不过姑娘，您别灰心，前些日子你送的衣服他都不收，现在开始收你送的衣服了，总有一天他会见你的。谢谢您。那我爸他最近怎么样呀？身体还行吗？放心，挺好的。前些日子监狱里失火，他不顾个人安危去救火，还立了功，可能会减刑。真的？哎，对了，警官，最近有没有一个15、16岁的小男孩来看我爸爸？没有。哦，行，那我先走了，麻烦您了。爷，怎么又是你啊？你上次给我量的血压准不准啊？我回去过以后还是头昏目眩的，到底怎么回事啊？啊，我上次一个工作几十年的一个老教授，你能不能对我好一点吗？你工作怎么这么不认真呢？不是曹老师，上回您就是量的血压，也没有做验血生化，也没有做血流变，那个血压光看是没问题的呀。零花钱都用来买书了，不能再减了。二分之一，五分之一，三分之一，四分之一，成交。谢主隆恩。看看，呀，是不是情书？我给别人去。不是不是，哪来的？睡了吗？我田恒。田恒，什么事儿？我打我表哥电话，他怎么关机了？那不是跟你在一块儿吗？